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医行观》。这次疫情啊，也让大家对医疗这一面全体团队的一个合作啊，我相信大家都会留下深刻印象。急诊的医师啊，感染科的医师啊，全院的这个医师、护理人员，大家的动员，大家可以理解啊。药师这个药物的这个提供，那个可以理解。还有一个。在长非常长的一个时间里面，24小时轮班的来进行检验的医检室啊，这也是我们要非常感恩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很及时的把这个报告出来，而你做 PCR， 那都等了3天，那这个用药的黄金时间已经过了，那就达不到它的效果。所以环环相扣啊，各个医疗的这个专业。彼此互相有他的专业性，但是更重要是有那个团队合作的那样的一个精神，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疾病控制好，这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检验科的这个同仁呢、他们那一份的一个努力、大家都会给予他们很大的一个支持跟肯定啊。其实平常他们也在做很多很是似乎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譬如说这个病人，我们抽个血，他可以告诉我说，他疾病的严重度到底是什么样子？你说怎么可能这样子？不是严重度，我们都要看他整体的真相。这个当然要看，但是呢，抽一个血，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叫做反应蛋白，吸反应蛋白，这个英文翻译过来，意思就是它是一个蛋白质，这跟我们发炎反应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发炎的时候，我们体内会制造出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出来，它正常的时候是小于一个毫克。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在发炎反应的时候，我们体内有一些发炎的时候，它就有很多的化学的一个讯息啊在传播，然后动员了很多的这个物质啊，它会去形成细胞会过来，这个都会进行啊，所以我们去测量这个吸反应蛋白，那么就可以得到这个数字出来。这个数字如果是1到5，这只是轻微发炎。如果5到10毫克，这是中度发炎；大于10，这是严重发炎或细菌感染。这个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临床的讯息啊，帮忙会非常大。不只是现在的这个诊断而已，后续的治疗，我们说给他这个抗生素以后，到底有没有效？发烧是一个，有没有退烧是一个指标以外，看他这个数值有没有下降。本来譬如说20几，慢慢降10、5，这个慢慢趋近于0.1，这个都是表示越来越正常，就表示治疗的方向是对的。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底这个抗生素是不是有效，或者是说哪里有隐藏的这个发炎的一个情形，我们都要去考量啊，这个都是非常重要。透过数据，我们跟临床做一个结合，让治疗的一个方针啊是往正确的方向去走啊，所以那种发炎反应啊，那种对立啊，这是太体内发生的事情啊，这样的一个对立啊，这个描写的是什么？这肯定啊，这确实啊，彼此之间的那样的一个厮杀的力道啊是非常强的。这个是海克拉斯啊，海克力士啊，这是一个大力士啊。英雄人物，希腊神话里面的英雄人物。那这个是比较邪恶的河神啊，河神叫做这个阿克洛奥斯，这个是河神。所以河神想要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海克力士啊来制止他。结果这个河神法力无边啊，他就改变他自己的一个形象，变成什么牛啊？牛就力大无穷啊，那你海克力士啊，可能可以把我制服，但是我变成一个这个非常强壮的那样的一个公牛的时候，你会被我击败的。但是那个海克力士很厉害啊，他用力之下竟然把他牛角扯断下来，所以这个非比寻常啊，很多神话故事里面有这样的描述，所以艺术也跟着有这样的创作。所以这个海克力士啊，大家可以知道他大力士啊，但是他不只是有勇，而且有谋啊，那样的状况对付的也不只是刚刚那样这样的一个会变成牛的这个河神以外，这个是九头怪蛇啊，是九头蛇这样子，这跟那个漫威漫画里面那个九头怪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很恐怖的一个敌人，他要去制服的了他的意思。这鲁本斯的一个画作，你看把狮子老虎都可以这样子那样的力大无穷，他还可以制服他的一个状况啊。有一位
画家叫做霍尔奇尼尔，他画的把海克力士啊画成这样子，这个有点点怪怪的，我们一看之下会以为他是不是有多发性的脂肪瘤啊，一颗一颗的一个状况啊，其实他是在强调他的一个肌肉，但是肌肉肯定不是长这样子啊，一颗一颗那是脂肪瘤的可能性会比较大，那多发性脂肪瘤这是很常见的，其实也不用大惊小怪，那并不会变成恶性的，所以也不用担心啊。那这个海克力士啊，他披着这个是狮子的皮啊，这是版画，所以可以卖的比较多一点人可以拥有，然后他手上拿着是一根大的一个棒子啊，敲下去，开玩笑，那绝对是当场昏倒的一个状况。然后他手里面另外一手拿的是什么东西？这手拿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什么？这就是扯下来那个牛角，牛角就是跟河神啊，阿克洛奥斯啊，在打仗的时候把他那个改变成牛的，所以这幅画版画的后面，他就把那个原来在打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个河神快要被打败，他变成牛的这个情形啊，再把它画出来，所以整体再去呈现综合中间他这个这样的一个传奇的一个这个人物的肌肉非常这个有力的那样的一个形象啊，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刚刚看到那个是不像是肌肉啊，像这个一圈一圈的那个东西啊，脂肪瘤是一个，但是如果在体内我们看到这样一圈一圈的一颗一颗的这个东西啊，要非常小心啊，肠胃科的医师啊一定会去做一个动作，就是去做切片，所以做一个切片以后会有点流一点血，不过这基本上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也可以去止血。所以这个病人80岁，一个女性病人80岁，没有症状，完全没有症状啊，怎么刚刚那样一圈一圈一颗一颗的，怎么会没有症状？因为她没有阻塞，没有造成贫血厉害，不会痛，所以完全没有症状，就是做健检的时候发现。所以为什么现在讲说大便潜血反应这个很重要？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有家族史或者是说年龄这个50几岁以上的时候，定期的大肠镜的检查还是有它的一个必要性，因为大肠里面它形成肿瘤，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啊，它要形成肿瘤，然后到阻塞，那就更漫长。那么它如果有表面有点溃疡、有出血的话，我们就从大便潜血反应里面可以得知啊。所以这个就有可能，如果早期我们去做大便潜血反应的时候，这个除了在做这个切片这一点是会流血以外，它别的地方也有可能因为表面的溃疡，所以会产生出流血的这个情形，那就会潜血反应是阳性的，那进一步再做大肠镜检查，确定它的一个位置啊，然后这个就是在做切片的时候夹起来有点流血，要用夹子啊再去给它固定的一个状况，那只是后来开刀进去啊，把那个有问题的点再给它做切除，是一个大肠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时候这个肠胃科的医师啊，去夹住的那个夹子啊，还在那个外科的标本里面去啊，标本里面啊，把整个那个大肠啊，右边的大肠啊，给它做切除的一个动作，然后透过一个小的一个伤口，我们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是进步很多啊。但是更重要要提醒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寿命增长，还有我们饮食习惯，很多人还是对于肉食这个比较吃得多的一个结果，长久以后这个局部息肉它产生出病变的一个可能性会增加。那如果没有检查，等到它真正变成恶性以后，又去扩展，又去侵犯到别的地方以后，治疗的效果当然就会不好。所以定期的这个就是大便潜血反应可以先做，要不就是直接做大肠镜的检查。这个对于我们现代人的健康上讲起来，还是非常重要的观念。但是更重要的观念，从上游开始，素食，这还是最重要预防大肠癌我们的一个好的一个选择。感谢您收看，再会。